非同凡享顺利旅游智者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今日第二场赛事了，五班千二米泥地，准备好呢，跳出嚟嘅时候前面快嘅马呢，咁见到埋边位置劲快步啦，中间旅游智者快添，咁响中档位置非同凡响橙三龙之团，最出白三红眼罩七星公照第六位呢，咁黄三浅蓝帽大收成啊，第七位绿色三马林中间呢，咁仲有呢隻日东星啦，内栏蓝三，咁跟住黄三嗰隻呢就係呢隻洛多福啊，咁响出面位置仲有洛无极啊，后面两隻黄三嘅執到少啦，粉红三呢就仲上嚟㗎。好啦，过晒呢个八百米段处，前面放头马劲快步埋边啦，拍住佢出面咧就是、七星拱照啊，再后边嘅第三位啦，哇五隻马，内栏位置旅游智者，中间橙三龙之团，外边蓝三二星双级，出面五搭嗰只蓝晚罩咧就落无极啊，再下一层大收成，掟到最出嗰边咧仲有执到笑啊，马林后面等紧位就是、日东升啊，内栏咧就落多福啊，好啦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劲快步啊，摇佢两摇，咁啊已经接嚟咗后边两个新米到啦，中档有二星双级上紧，入边七星拱照挨紧，外边追仲有大收成同埋執到笑嗰啲马，最后一百米咁啊，劲快步已经脱颖而出咧，就赢紧呢场赛事噶。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埋边七星拱照啊，一路顶住啊。咁啊，数中间嘅马咧，洛多福啊，蓝衫追啲啦。咁啊，外边仲有只二星双级，最出咧黄衫嗰只執到笑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劲快步咁啊，就算拍住你嗰只七星拱照斗笑啊，都一样咁啊，抛离后边对手赢马，跑第二名埋边七星拱照嘅机会高啦。洛多福应该是第三，咁第四名嘅马咧，应该是嗰只二胜双级啊，因为嗰只执到笑实在太蚀啦。路劲快步啊，咁啊潘顿啊胜出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十二号七星拱照潘明辉，第三名啊呢只九号洛多福嘅莫雷拉，第四名二胜双级啊，咁啊五号马骑师国能啊，都系摆前嗰啲，因为咧后边嗰堆你睇下五搭五搭咁样，哇都蚀到晕啦，转弯后上嗰扎。再赢啦！呢只劲快步，早段出闸都好快啊，成功就埋栏带头，拍住只七星拱照都冇问题啊！咁咪贴到栏咯，你哋后面嗰扎都蚀到晕咧，啲位走位全部都四五打咁啦，系咯。第二场赛事嘅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六号嘅劲快步，独赢派三十个半，位置派十三个半；跑第二名系十二号嘅七星拱照，位置派四十三个半；跑第三名系九号嘅洛多福，位置派十七蚊；跑第四名系五号嘅二胜双级，连赢六搭十二派二百九十九个半。三重彩六号、十二号、九号顺序派二千二百五十六蚊，单 T 派三百八十三蚊。位置 Q 六搭十二派一百零三个半，六搭九派三十五蚊，九搭十二派一百一十九个半。排位一分十秒零五啫喎，上次佢赢咗一分零八秒九啊。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十八个半。咪见到莫雷拉啊，都系黐住条栏啊，一路咁蚀翻上嚟，佢起码。慳翻啲腳程啊！好多馬即係三四搭咁走啊，佢就一路沿欄咁慳住上嚟嘅，即係能力唔高啦，本身都係啊，咪攞翻第三。咁所以都可以參考呢場千二米嘅賽事咧，都係擺喺前邊着數啊。低班賽啦，係啊，特別係低班賽。跑到一半，一紮都蝕到暈咗嘅，啲人冇心機，啲馬都唔得嘅完全。不過嗰只仲想咧，終點前咧，即係佢真係當然冇威脅啦。但佢攬下攬下，你睇啲步姿，佢識跑泥地，不過唔係千二碼。咁睇下遲啲會唔會即係跑一六五零啊嗰啲，可以留意一下。
好啦，咁啊，劲快步啊，呢个泥地千二赢多边啦。姿态都好轻松啊，赢咗两个半马位。咁啊，七星拱照算叻啦，排喺外档，一路咁杀马嚟，都顶住个第二。啊、自己本身進步啦，本都係四歲馬。四連環嘅預計派彩，五號、六號、九號、十二號派1765元。睇埋四重彩，六號、十二號、九號、五號順序派33004元。落多福咧就早段就有啲慢嘅落腳啊，所以佢都去到差唔多貼欄尾三個位。佢勝在慳慳埋埋咯，唔使佢哋走到四五搭嗰陣，執到笑嗰啲蝕到暈咗。好，翻嚟福榜見到潘頓啊，富連馬斯就馬普中。巡邏影片睇翻啊，有一隻馬好慘啊，就嗰、是、只飛同凡響啊，中段咧一路跟住嗰只龍之團唔多咧，就越摔越後嘅。咁啊，先睇翻前邊早段嘅情況啦，出邊就七星拱照，中間就二勝雙級啦。龍之團依家都仲有兩腳嘅，咁啊內側咧就飛同凡響啦，旅遊智者啦，貼欄就勁快步成炸馬走啊。咁啊，中間位置就大收成啦，出邊就落無極嘅沿路都走外搭啦。後邊嗰幾隻第日東升啦、落多福、仲想同埋黃色衫咧就執到笑。咪依場咧就前面嗰隊拍住都走肥啦，就算第二個浸啦，轉緊彎都仲有幾個騎師喺度騎緊嘅，咁就睇翻啲分段時間啦，竟然唔快，段段都比標準慢啲嘅嚇，咁啊唔知係咪場地關係啦，要再觀察下啦。咁啊前面勁快步，咁啊放得都幾輕鬆啦，有冇拍住？咁啊但係又唔算話相當大力嘅。咁啊後邊追嗰只咧就沿途蝕得多嗰扎咧，就真係難啲嘅，咁啊但係其實嗰只二線雙級都走得唔錯，因為你見到最後拉絲。都是中點情嗰幾步先開始腳軟嘅啫，咁啊中檔嗰陣咧就有啲失望啦，日東升啊，雖然話攞位啲唔係好順，但睇側鏡咧追勢唔係話好強嘅。麥麥雷拉就原來坑叫出翻近。跑得半嗰只龍子團風鏡，楊明良都拎開咗，我見到啊先。好啦，福榜完畢啦，第二場。第二场赛事都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派彩六搭十二派103.5元，六搭九派35元，九搭十二派119.5元。三紧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8.5元。四连环派彩，五号、六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1765元。四重彩派彩，六号、十二号、九号、五号顺序派33004元。孖宝派彩，头关九号尾关六号派938元，头关九号尾关十二号派918.5元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88，第二段22秒48，末段23秒69，赛事时间1分10秒。